野人直播这边主办，哇，主办，我第一个报名，哇，你肯定报名啊！现在哇，刮目相看了哈，以前啊。公公因为啊，以前你公公啊，每次是拿不到的，现在有时可以，有时不可以。在一个月多前啊，那个阿南师傅已经说了啊，赶快叫宝哥下来啊，我要找宝哥哦，很好，所以啊，就举办了啊，待会继续，我们好多节目哦，都会是的，是的，对，是你那一次你拿到什么呢？有没有拿到奖呢？还记得吗？拿到那个台风奖，台风奖，哇，台风奖哎，公公不讲台风奖，公公也台风奖，去到拜拜有保庇嘞。啊咯，对啊对啊，啊你看你这二十八号拜拜嘞，啊一定要来哦，得去到谢神恩啊，对对，那你这是文雅嘞，我去到那边，我看到那个奖杯，我说哎呀。我拜拜一下，我看我唱歌是不行了，我看台风奖可以吗？我这个我压掉嘞！哇！你看你是去甲姐讲头讲，还是甲大姐背头讲？啊，卖甲你讲，淡薄嘛，我讲掉啊掉啊掉啊！那一场是那一场是姐公吗？姐公的诞辰吗？哦，姐公的诞辰啊，对对对，是啊，那个是济公的诞辰啊，哦，这是十一年前哦，十一年前很久了，很久了。我们很简单，你们都还不认识。我们不认识你，对我们很简单，我们二十八号就从第一个一直讲到最后一个，对，肯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记得到那边现场哦，知道吗？需要大家都要到啊。好的，那你第一首带来的这个歌曲，不是上一次比赛的哦，不是在阿郎师傅那边比赛的歌曲哦，不是，这个是在旗袍协会比赛，哦，拿到冠军，对不对？那天我有听，哇，厉害，哇，非常的棒。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九九，来，现场朋友。继续支持我们的 JoJo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谢谢查理说的好听，好听。刚才大家阿兰师傅也是说了，我们要去那边拜拜啊，去添油，爱添油也添油啊，拜得神多神保佑啊，系咪啊？所以呢，大家要和我约会吗？我们三五成群的可去那边拜拜哈，保平安哈，我也要去那边答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唱我2010年，就是结公活佛诞辰的时候，我比赛那个时候我还是初出茅庐，也不是很会唱歌。那个时候我拿了台风奖，今天我就演绎我当天的歌曲给大家听。谢谢 ，Jam Lim so very good， 谢谢大家的掌声以及鼓励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唱一首歌哈，你带给龙琴花艺啦，每个人都需要的。宝哥，来，英雄救美一下，金柱啊，把你的毛给我，给你了，拿回去慢慢蒸，煮也可以，煎也可以，随便你，带回家盖被也可以。哇，金柱啊。那么呢，这首歌呢就是福建歌。大家刚才听了两首歌曲，一首中版的，一首60年代的《满场飞》。今天呢，九九就要为您唱这首《Hang on What》。当我 H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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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大家和我一起唱好不好？现场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嗨起来！直播上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嗨起来，做一个运动。DDJ 会发胖的，和我一起跳起来，动起来，好不好？谢谢查理，谢谢好姐妹，谢谢娘子君 ，Come on， 没有的。我想世界各地隆重收到我的发过了，对吧？发过啊，发啦！啊，那嘛，你头一个收到了啊，对啊，我这点钱那就收到了。是，这首歌又有福气啦！你看，咦吼，肥，因为有一点点嫩嫩酱吼，哎呦，又怎么进嘴巴嘞？进嘴巴，你输教我嘞！你看，宝哥看到水渣，我就来起来哈。你困呀，头先你不要跟我做点黑文化，你无。我跟你讲哈，发是，我跟你讲，宝林呐，宝林发是发了哈。OK， 把你发什么的发毛，头壳都毛了。Hello， 卖乱讲哦，这伯伯是不是我？我是白色。你头先嘛是有叫我猫猫翕相，翕到我送的，翕到嘛你好热好热啊！对呀对呀，我们的宝林需要你的毛，他就缺少毛。啊，去用吧。啊，他缺少毛，缺少毛。宝哥很多，随便从头上剃光给你都可以。我需要脚跟手。啊啊！什么代志？这么特别的？毛手毛脚吗？啊，毛手毛脚。你看哦，他
一天没有酸我，他不可以的。你看现在他又上来酸我了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不是要上来酸你。如果没有酸你，他活不下去。我是要上来是。你嘴咚咚锵。是要跟美女讲话。你讲什么？咚咚锵。对呀对呀。咚咚锵。咚咚锵。鬼迷了吗？啊，好彩。咚咚锵，咚锵咚锵。28号我们要去几正宫那边做大力祭嘛？啊，大力祭就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锵锵锵了哈。我要去，我要去。你肯定叫。到时候一定要现场哈报道哈。会订散你啊，嗰订就好来了。成唔成？有汤唱歌成冇？有汤唱歌冇来够。我如果时间允许之下，清唱去那边清唱可以。对，现在来了。现在来生还不可以户外唱歌啊？对呀，不可以户外唱歌，不可以户外唱歌。自己求自己唱啊，自己自。不过，我跟你说哈，我看了我们的这个JoJo表演的话哈，从我认识他到现在，对，认识我很久了呢。嗯，你不要假假跟我很熟。我做直播做这样久了啊，嗯啊，我做了很久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在期待他讲你什么。这一年多里面啊，因为他一年多，他差不多，我还记得去年的春节的 MV 还是我帮他拍的。哦，今年贵捏贵捏，今年还给他们 book 了，今年还给他们。为什么没有带我去？我要去，但是我要拍。但是我很怕他的嘞，因为本金最贵本本登，是吗？我约了他，他跟我讲。我今天一整天有空，明天我一整天有空，连杂去该洗掉和一个工，哎，下午要走了，我下午要走了，因为我要拍戏。对啊，哎呦，第二天本来拍下午的，他就跟我讲，哎，我今天也是有事做的，也是有人要请我拍戏的，哎，就是讲你啊，就跟这个花心油发了。哎呦，你答应了我，你不要跟我讲，我跟你讲，今年你不要叫他了，他非常忙。Studio 也忙，什么都忙，他非常忙，你不要叫他了啦。他叫我不要叫你嘞。半夜你叫他可以啦。我们可以半夜啊，哎，半夜无人嘞。报名不是不无人嘞。你来到这哦哦困啊。无，你做咩做报名登出过就做，你讲惨无你讲。哦。惨啦，抓几把。我也意思浅浅讲一斤昂，西北昂。我就准先讲 ，OK。全世界的人，宝哥，有啊，宝哥，你有没有跟我拍先？快点讲，我们需要。跟你讲昂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看到一个好像JoJo叫做进步，歌艺进步是。真的，他的歌艺进步，以前他歌唱比赛哈，顶多是拿一个台风奖，算很好聊了。是文博，是文博，服装奖啊，服装奖或台风奖。现在哈，一直拿前面的哦。现在就是哇，以前我看他两次，今年我看他两次比赛都是第四，然后慢慢 upgrade 又第三哈，有第三吗？有哈。有这里参加那个比赛，这里不过跟你讲，我们跟他卖广告也没有用的，他的钱又没有分一点给我们。我跟你讲，他我没钱赚哎，唱到现在还要出路耶。他很义务帮忙我们的啦。哦，每次有什么事情，我打个电话叫他帮忙，哎，JoJo姐帮忙一下，哎，他义不容辞，两肋插刀，两肋插刀啊，最后一刀插你，一刀插他。插完了，等一下我们两个一起去跳叉叉。他最近又拿冠军了，恭喜他了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冠军几个人参加？请问一下，好像是八九个，没有八九个也是一样，不，八九个里面全部有 standard 的嘞。那个旗袍会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第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多少个人。还有一个现场乐队，不好意思，一个现场乐队的拿亚军。30个人我也拿亚军啊！现场乐队要拿亚军啊！30个人也拿亚军，是吗？明年的事，明年的事。所以这个我每次叫他哦，他就是傻大姐，糊里糊涂的去比赛，糊里糊涂的拿冠军。他哪里会傻？比我更精啊！有可能，很精啊！他越来越进步啊，歌艺又进步的。哇，他的那个舞台哈，哇，尽量的发挥啊。他只要一上到每个迷倒，每个男士那个查理啊，他一来就破300，你看哦，查理错，每个人身上都有毛啊。查理有没有红包？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毛啊！我跟你说，红包丢过来，红包丢过来。我跟你讲，刚才我看到了查理哦，这么久还没有表演，我的螃蟹都吃完了。我跟他讲一句标准，你再吃多一次。对对对，就给吃完这样。他快丢嘞。